食物。葱不行。哦。葱都不吃。这没有了，那我给你拿点咸的。出家人素食，所有的肉类以及五辛，如葱、蒜、韭菜、洋葱、大葱等，以及鸡蛋、含酒类的食物都不能接受。牛奶和蜂蜜非病不能开源，在乞食时也不能接受。为了断除杀心，有动物形状和气味的食物也不能接受，不可勉强留用，以免失去教化机缘。你这是素馅的吗？这里有没有鸡蛋和肉？那里头有了鸡蛋。有肉哦。有没有鸡蛋？有鸡蛋了。鸡蛋你拿出去，那我鸡蛋我们不能要。这个素馅的，这个鸡蛋我们不能要。若误收了不净食物，如果还未离开，可当面退还施主。出家人不只是为乞食而乞食，还有教化众生的责任。通过反复问话，树立正见，增长了慈悲心。鸡蛋没有？鸡蛋。鸡蛋。咱喝的鸡蛋没有？喝的就面，喝的就红的些鸡蛋。那不能用。那不能用。啊，你们不吃鸡蛋。哦，对。啊，都不吃鸡蛋。不能用。都不能吃鸡蛋。对。水果也可以。再给你们摘些拿回去吃。僧人教化众生吃素，让众生既能种上福田，也把福田种得圆满，同时也保护了其他众生免受屠杀之苦，避免了对佛教造成错误的认识。可如果已经离开，不宜再返回退还，以圆满布施的功德。我不吃再葱的。我不吃再葱的。对。那老抽你苹果吧。可以啊。哈。可以。我这么在过生日的。嗯，可以。哈，不吃再葱的，你要是弄。僧人在接受布施的过程中，把荤腥食物是不净食的这种正见牢牢地树立在众生的心中。啊，是素馅儿。啊，有没有荤油？没有荤油。没有。蒜呢？啊，葱蒜有没有？葱蒜，我得回家取去。不是，有没有葱蒜？这里有。好像得有。好像有哈。啊，好。那我自个儿家吃。要俩能够吗？不三呀、啊。这是什么馅儿？这个、糖。啊，这不是荤的啊。不，没有荤的。带不带鸡蛋？啊？带不带鸡蛋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行。嗯。行。要不要？那就是这个饭。是什么馅呀、啊？是素馅吗？素馅，素馅。没有荤的啊。没有，没有荤的。这一盘就不多了，有少是吧？哦，拿一个分一下。那里有没有葱花？有没有葱？有没有大葱里头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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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葱，就是这个萝卜、山鸭蛋、土豆儿，土豆儿和萝卜、鸭叶、白米，就是刚刚好啊。还没让我吃。嗯，哎，对，好。喝点豆浆行吗？如供养饮料，应先看明成分再用。若还有酒类，还有性激素类，还有其他众生补品类，还有麻醉品类，都不能用。馅儿，水果，带馅儿的闻一闻，看看。如果发现掺有肉类、虾皮、荤油等腥类，可将肉等挑出，将素菜和钵气等洗净
至无味，如果肉类占大多数，应全部倒掉。葱蒜等荤类不净物，气味浓烈，如和别的食物混合了，要么在避人的地方全部倒掉，不可当施主或未学佛者的面舍弃。比丘独自行脚时，如果起来食物较多，在过斋前可先留下足够自己的分量，其余施舍给众生。大众行脚将起来的食物混合在一起，平均分配。如果同时有居士诵食，应先吃起来的食物，不能因为量少或冷、坏色、干硬而不吃。如果有饥饿病难的众生，比丘可将食物舍出，财施、法施等无差别。通常情况下，在吃饭时留下一口，过斋后再布施给众生比较好，以免施主积嫌。但如果有前来主动索取的，应该分舍给他。起施时如果有人问讯，可简单答复，但起施过斋时不要讲法及结缘法宝，免得对方生以书换食之想，失去布施的大利益。过斋后可以讲法，但并非人人都讲，应由上座宣讲，上座不能讲法时由适宜者宣讲。起食就是向人乞吃的食物，比丘又名乞食。佛智比丘为资色身，乞食于人，清净自活，是为正命。若自作种种生业而活，
称为邪命。僧人其实一为福利众生，二为折服我慢，三为知身有苦，四为除去执着。楞严经云，我教比丘寻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善见论曰，三乘圣人悉皆乞食。佛说十二头陀经云，僧人在寂静处修行，身心清净，行持头陀法共有十二支，一者在阿兰若处。二者常行乞食，三者次第乞食，四者受意识法，五者节量时，六者中后不得饮浆，七者着毕那衣，八者淡三衣，九者肿肩柱，十者竖下指，十一者陆地坐，十二者淡坐不卧。常乞食是四衣法之一，常乞食，粪扫衣，树下坐，腐烂药，四衣法是佛对比丘宣讲的基本生活方式，而其他的戒条是在比丘犯戒后佛召集僧众治戒。从佛治戒的方式来看，可知四依法的重要，它关系着整个佛教的命脉。以上都是出家人正命的生存方式，而出家人有四种生存的方式会阻碍涅槃，是佛制所不允许的，被称之为四种邪命。四种邪命的生活方式，大智度论云，凡耕种田地，和合汤药是下口时，下口指脸部低下之意，凡占星观相、看风水等是仰口时，仰口指仰脸抬头、仰观星宿等。凡勾结势力、经商盈利、买卖为生是方口时，方口指脸朝四面张望，取媚显贵、通事于四方等。凡咒术、仙药、算命、占卜是围口时，围也即四围，指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，四围口指脸朝四围张望。这些非法的活命方式被外道邪魔所利用，充斥着佛门，横行世间。邪法的盛行勾动着人心贪嗔痴的增长，邪知邪见毁坏众生的慧命，像乌云蒙蔽着光明。由赚钱为目的引发的旅游和商业行为，等同于邪命里的方口食。例如以各种名义收取钱财，借口做所谓的佛事而巧立名目收费，贩卖佛像、经书等等。这些贩卖佛法、毁坏戒律的邪命生活，
以盲引盲，除了满足贪欲和虚假的精神寄托之外，不会给出钱和收钱的双方带来真正的利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迷信邪术打着佛法的旗号蒙骗世人，如在寺院设立俗人牌位，摆放骨灰盒，借此收取钱财，抽签。算命。供外道。烧替身。打表生疏。画符、买卖纸钱等等，邪命的生活不会引向涅槃，而是相反的罪业。假借佛教的名义行堕落的邪法，必将长劫受苦。比丘不应堕落到这四种不净时的活命方式之中，应清净乞食生活。虽然对在家的人来说，种地经商是正当的行为，但占卜等即使对在家的人来说也不是正业，何况是出家人。比丘是人天表率，应尊贵的乞食自活。重置毗尼释义集要序中，有人问寿昌禅师，佛制比丘不得掘土损伤草木，为什么有的僧人还自耕自种收获为生？禅师答说，我等只是领悟佛心，传祖师意，应机点化，令人识得心性而已。如果以正法来衡量，只配称为剃发居士，如何当得起比丘的名号？又问，如果现在有能如法行持比丘戒律者，您怎么看待他呢？寿昌禅师答说，设使国有此人，当敬如佛，待以施礼。这代表了一个出家修行者对持戒的态度。佛对迦摄尊者说，比丘安守于这誓言，我依乞食而出家，我坚守出家时的誓言。乞食应知静候。如果有人想布施，自己去外面购食供养，可以在院内或门外稍候，应收摄目光，不可左右观看，或稍退半步，侧身垂目而立，威仪自生。在主人回屋拿饭时，应两目下垂，静静站立，以威仪来摄受众生。跟我们俩一人，给我倒一半，不就成了？不用了，好，给他钱。有钱的吧？啊？有钱的吧？有钱有算吗？没有算。没有算，有钱干啥都中。啊，行，可以，阿弥陀佛。早上没吃饭，就这个。这里边有鸡蛋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也是买的。嗯，知道了那个。咱们出家人不用鸡蛋的，不吃鸡蛋。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只要是素的就可以的。试试能吃。我们那个只是那出家人只吃素食的。这个不知道啊。
我就给摘两个柿子吧。啊，你说说。老兄陪。啊。干啥呢？就是放水。我们这出家人过的，就是一种修行方式。每年都得到外面去起事生活，要饭吃，来锻炼自己，就给大伙儿种水莲。你从哪儿的？海城。海城呀。海城。这个烂的，没关系。烂的给我吧。都是不好。烂那个不好。都是不好的。不好的给我。这还有一点点。好好，没关系。他们都给他们。跟他做吧。过路的出家人，他几点食物？给点吃的。如主人不表态，可等待一会儿，给对方观察的时间。你照那个？啊，出家人搁这过，中午起点食物，你要点吃的，有剩的也行。你看方不方便？不方便就算，要方便你。有食物吗？啊？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嗯，我们要点吃的。嗯。嗯。剩的也行。嗯，等一会儿。早上没吃饭呢，我们一天一顿饭。我们家早上吃饭了，都上山了。我们就一顿饭，就上午吃饭。你们一天一顿饭？一天一顿。出门就够的。好。一人吃一个吧。好。那个。你要一个？那放这里得了。啊？我替。放那拧仨吃吧，一人一个。好。这夜上整的，今早腾的就剩仨。哦。嗯。你多少？你多少？嗯，放在你那块，放在你那块。没有啥往这边，他也没有。别想。嗯。要不像人又吃素，也没啥。没啥。嗯。哎呀呀！如果对方明确拿出食物布施，哪怕是扔在地上或在口里吃过的，也要接受。其实就是要降服我慢。如被辱骂，应视为考验，灭除慢心。其实有十种利益，其中之一就是行持破除骄慢的法。所有的维生方式中，起是最低下的。自己观察，若起了慢心，应立即灭除它。是出家人路过这儿，想起点食物。没有解释，我怎么吃的你？他没吃。虽然说是乞食，却永远用一颗不攀缘的心，为法而做。即使主人没有布施食物，也能得到另一种法。啥？吃的。吃的。啊，馒头、米饭都快。这些毛拽么拽？那早就剩的。我谁丢了回来？出家人搁这过，提点吃的，是不是？要点吃的。吃的。我一个都没走开。吃菜。出家人路过，起点食物。如始终不给，可平静地离去。如果遇到打骂推搡的，可默默回避。啊，出家人隔个过，
七碟带饭。不能用语言说你给我吃的，给你种福田等等，但如果主人表示家里有病难不幸而无暇布施，这时可以解说布施三宝的功德。在难处时，只有佛法僧是真正救苦救难，应当礼拜与布施来化解，化大为小，化小为了，一切转吉祥，食物不在多少，心诚则应。